直都非常非常喜欢看着胡勇，但是最近怎么23小时59分60秒都想你？潘吉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还能有什么事啊？一定是肚子饿啦！啊哈，不是啦，其实我最近都没有见到胡勇，好伤心哦。胡勇吗？也对哦，胡勇最近好像超忙的耶。听说他要补习到晚上12点。早知道我就去喜欢明星了，至少一上完就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。就是说，谁叫你交了会念书的男朋友啊？在学校多看他几眼吧。啊，等等，潘吉，你几天没洗头了？因为胡勇太忙，我也不想洗头了。那你写作业了没？没有，因为胡勇太忙，我也不想写作业了。那你洗脸了没呀？没有，因为胡勇太忙，我也不想。是两回事。那不是借口，真的是看不到胡勇，我什么都懒得做了。好，干脆不要喜欢胡勇好了。我就不要那么难过喽！又来了，太夸张了。不是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可以做到不喜欢胡勇吗？我要把胡勇想得很糟糕。胡勇长得很丑，长得很丑。胡勇是捣蛋鬼，捣蛋鬼。我讨厌胡勇，我讨厌胡勇，讨厌。潘吉，今天好早来啊，帽子真可爱。哈哈，我最喜欢胡勇了。不是说要讨厌他吗？讨厌谁啊？在这世界上，我最最最喜欢胡勇了。潘吉，脸上沾东西了。潘吉，没写作业吧？参考我的吧。我会加油的。天哪，了不起！胡勇来不到一分钟，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从现在开始，听恩心的建议，趁在学校的时候多看胡勇几眼。啊，潘吉，你不吃吗？我吃。你没事吧？天哪！你站在男厕前面做什么？我在等胡勇，我得看到他才行。希望永远都不要下课。不可以，这么快就下课了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。老师，我潘吉坚决反对这么快下课。啊！学生本来就该24小时都在学校学习才对。秦潘吉，你有病吗？你一定是生病了。我得去补习班了。我也是。老师也有事要先走哦。老师，同学们。潘吉再见，我也要去补习班了。胡勇不要走。你振作一点，吃块年糕吧。对啊，明天到学校再看胡勇就好了。来啊。不要。我一天23小时59分60秒都想看到胡勇啊！真是的，那你跟胡勇去同一个补习班上课不就好了吗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谢谢你，恩心，你果然是个天才！痛，臭死了，臭死了！不过这个补习班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对呀、啊，
不像我们补习班超级吵的。啊，是胡勇，胡勇，胡勇，胡勇好像听不到哎。没关系，以后我就来这个补习班报道了。哈哈，我真的等不及了。测验，没错，我们只帮顶尖的学生补习，所以要测验合格才能上课。潘吉，怎么办？你是说要通过考试才能跟胡勇一起补习，对吗？啊，你有信心吗？当然。真是的，补习班怎么可以挑学生啊？就是说啊，补习班就该把不会的学生教到会才对啊。潘吉，你怎么不多念点书啊？考30分是怎么一回事？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很有信心？唉，潘吉别灰心。对了，趁休息时间和胡勇视讯就好啦。不行，因为我玩太久游戏，手机被我妈没收了。胡勇下课回家的时候，你们见一面怎么样啊？你房间的窗户一打开就能看到胡勇的房间啊。不行，我很容易困，很早就睡了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现在这样看来，让你跟胡勇分开的人根本就是你自己嘛。你要是真的这么想看到胡勇，自己就要努力呀。我也是，为了看到我喜欢的美少年，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？没错，恩心为了买有美少年的杂志，帮妈妈整整洗了一个月的碗。嗯，对啊，你们看都起疹子了。唉，好吧，我也要加紧努力，不努力就不是秦潘吉了。呼呼呼呼，我今天要撑着不睡，等着胡勇回家。潘吉睡了一整天，好像是因为等胡勇回家，昨晚都没有睡。潘吉，该起床了，已经放学了。什么？胡勇人呢？早就去补习班了。完了啦！潘吉，吃晚餐啦！不要，我没有胃口。这是烤肉的香味，烤肉啊，好吃哦！不是说没胃口吗？配着蔬菜吃吧。啊，不行，我吃了蔬菜就想睡觉，我今天要专心吃肉。我吃的太饱了。不能睡，我要打起精神。没事啦，波比。为了不让眼睛闭上，我贴了胶带哦。啊，好痛啊，受不了了！我还没回家。我这么分分秒秒想念胡勇，不知道胡勇是不是也想我。啊，这些小纸片是什么啊？哎，是谁把垃圾丢到人家窗台上啊？好，今天不看到胡勇下课回家，我绝对不睡觉，我一定做得到的。
潘吉好像睡了，潘吉的手机被他妈妈没收，都没讲到电话，真可惜。潘吉，我是胡勇，我现在刚回到家。潘吉没看到我的纸条吗？有一天会看到吧。潘吉，晚安。我今天在补习班也很想念你，明天学校见了。